飘过去，你看，哎，你看见啊？我曾经问过他这是什么时候的，名字在北边。你师傅是哪的？在北京开古玩店呢。嗯。怎么了？来，我现在打鼓哈。嗯，你看着，嗯，搓一点，我现在捞不着挣钱了，这两个小粉彩的小碗儿，嗯，粉彩黄地儿，缠枝花卉，开光这叫什么纹丝？这叫什么纹丝？这不八宝吗？这不是八宝那什么吗？什么八宝？哪八宝啊呢？大清同治年这块儿，同治本年的应该是。对呀，同治本，你等会儿来，看着啊，一直完整，一直有一道个别不明显的小冲线，看着没？这边有这个冲线，就是上次我给你看那个碗，你告诉我是什么时候的？对，都有三厘米长，一个小晶釉，但是这面看这面就是你就是我这面没透啊，这个小碗，这面没透，是什么时候的？是一个小晶釉，这一对小碗。没给你回呀、啊？等会儿着么急？嗯，这个是全品。你买的时候是全品，一点毛病都没有。一点毛病没有。你看，不是我今天早上买的，我都不知道。到你这手坏个问，完了你就按照原来那价卖我，你那不扯呢？那也不讲个理呀、啊、你，那你也太黑了你，你不得赔钱卖呀、啊？你白赔呀、啊，大爷呢？上这家看，这家是有什么玩意儿？带来的东西不多呀，不多，啊，不多，我在店里呢，但是省着。你不说不在那什么房家会，你不来吗？你不说吗？房家会来呀，房家会我儿子都瞅着呢。你这么，你说你不来，你，哎，光绪的小杯，这一对杯子多少钱？一对杯子是600，八口的，高老的。嗯，高老，你这东西都好。这是别人的。嗯，这都别人的了。这是我的。这老料新做的紫檀，玻璃反玻璃，往看那面上反玻璃。嗯，是紫檀牛毛纹，这质地也是紫檀，老料新做。对，这多少钱？这个？三千。嗯，三千。这个紫翠瓶呢？那是新的，那是300吧。我就老新的，够用。这是康熙的，这是老的。嗯。那我有一个这样，这残了。1000块钱不用公示出来啊，条来了。不是残了吗？口沿有点断斩，不缠这价也下不来。是康熙的。你哪的人？辽阳。啊，辽阳。这是今天逛。古玩方家会的收获啊，今天这个钱花不少啊，买了这么些东西，先搁这盒里的康熙冰梅大花菇啊，这全品呢、啊、国外回流的，你看这个底儿，你看，嗯，康熙冰梅大花菇，然后这个是小康方老康的光绪的冰梅开窗博古文的官员瓶，带欧洲回流的火漆入关的凭证，然后卢俊佑的大天球瓶，器型稳重啊，4平8稳呢、啊。你看，釉面就是釉水自然流淌，你看越来越蓝。你看上面这口沿这地方釉水稀薄，你看越来越重，越来越重到底足，你看流淌这样，极釉现象特别严重，看。这是大清康熙年制的，这个是应该是清中期的一个大天球瓶，然后这是一把黑丝茶壶，原盖一点毛病没有，全没品。黑丝茶壶，一对5-6-7的小将军罐，中国景德镇制，全品的小将军罐。山水人物，山水的手绘的一对同治本年的粉彩的缠枝莲纹开窗博古图小碗，
这个是全品，一点毛病没有。这个就是有道小冲线，嗯，冲线在哪呢？在这顶，在这顶有道小冲线，嗯，就这么这一对小碗，同治本年的，它彩头非常好，这就是典型的同治彩，皇帝同治彩。然后再买一个雪花兰的青中期的雪花兰，撒兰，嗯，撒兰雪花兰的一个小花菇凤尾尊。今天就买这么些东西，感谢收看马哥的视频，拜拜。